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们给他用了我们青山医院最好、最贵的药，已经连赢23场了，是我们这儿最顶尖的选手，帮我们赢了好多钱。你男朋友这么厉害，要不要进去感受一下？原来你们一直利用囚犯做违禁药品实验，开设全场赚黑钱。 醒点！